让我刮目相看的一天。刮目相看吗？伯爵。今天虽然没有得奖，没有跟他合作过，看他很久，真的很想讲，刮目相看。导演是我的一个贵人，然后他在我人生最低潮的时候，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，其实那时候挺感动的。然后连导演他选择当第一个用我，他给我那个震撼机会。没有，其实我自己也觉得，我当初看完因为我看完当时我第一个选择。毕竟他那场戏真的大家都看到，有目共睹。那场戏真的太厉害了。我自己其实我们在座谈会前，康遇到康仁的时候，我就跟他说，我看了两次那场戏，我自己一直在想，我身为一个演员，在想说那场戏如果换作是我演的话，我就很然后他百分之百做到，所以我是发自内心的佩服。考虑以后有机会。对呀、啊，我最怕就是那个。没有了，其实我觉得演员是这样讲，都这样讲，但遇到了你遇到一个好剧本、好导演，他叫我演什么，我一定就演。军扬导演说律师。那我当然就演了。那我会跟他讲说，我想要演一个话比较少的律师。我这我们可以讨论嘛。那个人让我刮目相看。刮目相看吗？伯爵。今天虽然没有得奖，没有跟他合作过。真的很想讲，刮目相看，没有做错。加油加油！变化好大，真的。和你再合作。其实是这样，就我刚刚很感动的是，我觉得连导演是。贵人，然后他在我人生最低潮的时候，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，其实那时候从台湾那个导演来用，然后连导演他选择当第一个用我，他给了我那个震撼机会，然后让大家才又重新看到我，所以其实我真的对他是满满的感谢，然后到他就这样对我说才。就是他真的是一个很温暖的人，然后很善良，对完美，对照顾人的心，都很感动。我其实今天一直很难过的一件事，我没有办法上台帮他讲话。我刚跟他讲，很遗憾，下次。啊，我这样子。是吗？